有谁在线上的呢？大家晚上好。昨天呢，跟大家做了第一天的分享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做第二天。第二天要跟大家说什么呢？第二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为何收拾我们的这个环境空间呢？越收拾整理。尤其是用丰盈减法的断舍离结合心理学的这一套方法呢，为什么它会当我们越收拾越整理，反而运气会变得越好呢？好的，那我们不追丰盛，我们本身就是丰盛。那我是陪伴你做回你内心强大的自己，让你活出丰盈的生命。那我是 Ushan。也是新学堂的堂主。那今天是我们一起的第二天。那上一次呢，我们有聊到的是关于不收拾的收拾法，就是怎么样运用断舍离，让我们呢可以爱上所谓的做收拾整理这件事，还可以让我们的身心健康、心情愉快、改变运气。到底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所以啊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句话讲，冰山一角，什么意思呢？冰山一角，冰山一角就是我们在看我们看得见的冰山的下面呢，其实有很大部分呢是隐藏的。也就是说，一般来说，这个整个世界的运行的规律，它其实是无形所决定的。有形无形，有形有形，影响无形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你回到家，你就到处看到，东西都很杂乱，然后你就会很无意识的叹口气，啊，好累呀，哎，烦死了。那如果你在你的环境，在你的家看到的是一尘不染，很有可能哦。你在推开门的那一瞬间，哇，回到家好放松啊！就是这样的，这样的意思，就是所谓的有形影响了无形，因为我们的身心状态是无形的，有些情绪是比较内在看不见，但你。这些外在有形的，它其实是影响着无形的意思。那还有，我不知道线上有没有一些研究命理的朋友哦。有一些研究命理的人还会认为呢，屋子里面的灰尘的数量啊，其实可以看得出人跟家庭，他的家庭成员里的整体的运势。所以呢，我们也认为说，只要能够除掉所谓的那些杂乱、所谓的那些垃圾、破烂的或者灰尘的，其实也就能够去消除什么呢？消除这种懈怠感，消除这种腐朽，我们肉眼看不见的这些运势哦，通过我们的收拾跟整理跟清理，其实就能够让我们的运势有所提升的。我的学员很多很多，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呢，生活机遇变得特别好，越来越不同。其实看起来很简单，关键就是他清理了他家中的这些腐朽。OK，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好了，比如说有人，他的孩子有哮喘。他就抱着这个患病的孩子呢，到处去寻医问药，就是到处去找良医哦。那我并不是说看医生不重要哦，我要说的是哦，与其你同时去寻医、求医问药，那其实你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减少家里的物品，尤其是比如说布娃娃啦，一些绒毛的玩具啦，那你防止这些霉菌跟这些螨虫的滋生，
其实也能够更好的去治愈孩子的所谓的哮喘。所以呢，这两个例子给大家做一个参考。那其实通过收拾整理整个我们的环境，家居环境的时候，你也会发现其实空气变得很干净，这个积累的灰尘其实也变少了，也会减少哦。那当你爱上说，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环境是整洁的，然后你的身体其实包括你的心情、你的情绪也开始清明起来。我举个例子，比如说，通常哦，一般上我们丢掉很多的衣服，你可以试试看，当你去时间断舍离这一次，你可以给自己做一个功课，做一个练习哦，就是你。去丢掉一些衣服的时候，你去感觉一下你的腹部，因为现代的人很多呢，已经是无感了，所以他们在做的时候只是为了做而做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做断舍离的时候，他没有达到一定的效果，因为不是因为没有效果，而是那个人无感。这个部分呢，我会在接下来的21天里面呢，将会有机会跟大家谈到。那今天你可以去，先去练习，然后你可以去尝试看看。如果当你丢掉衣物的时候，其实你会有机会去感觉到你的腹部呢是比较轻松的。然后当你丢掉书籍的时候哦，还有一些文献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你的头脑开始越来越清醒。然后，我有时候呢，蛮调皮吗？还是淘气吗？就是有一些我很上脑的学员哦，当我教他们进行断舍离的时候呢，很多时候我会先教他上脑是什么意思？上脑就是想太多的意思啊。我会先教他去断舍离掉他的书籍，让他的头脑呢可以更清醒一些。我忽然间想到好几位学员，所以我笑了一下。OK，那你看哦，当我们能够头脑更清晰的时候，你还会发现哦，你不需要去太多的美容院，你不需要用太多的化妆品。OK，那如果你能够让你的这个卫生间哦，你比如说用水的场所能够让它是干净顺畅哦，你会发现你的容貌也会有所不同的。大家可以去试试看，不一定要相信我所说的。那你的皮肤也会变得很光滑。重要的是，你会开始明白什么叫以前你可能会需要很多，你才会满足。后期的你会开始明白什么叫做不需要很多，其实你也会很知足、很喜悦。哪怕你今天没有太多的衣服穿，但是只留下来的、剩下来的都是你心动的。然后你就会开始产生说，哎，一点点就足够的那种想法，你会非常开始珍惜你所拥有的。然后你还可以很理直气壮，怎么说呢？就是你会去做你喜欢的事情，这就是开运，就是把你的运势也提升起来。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本来我们一生下来，原本就是丰盛、具足、富足，我们的心哦，本来就是很通透的啊。然后我们的身体的这些感知力本来就是特别的强的。然后比如说，我们也会选择说，哎，吃自己喜欢的食物等等等，也会清楚的感受到、感觉到，哎，自己要的一些量啊，要什么，要多少才足够啊？但是随着我们慢慢的，所谓的长大哦，是什么？发生了什么事让我们丧失了这些所谓的感知能力，然后不小心就会暴饮暴食，甚至厌食，身体就开始出现一些状况。所以要跟大家说的就是，其实房子也是一样的，你对物品的数量和质量，就是品质的质。
物品，你对于物品的数量跟这个质量，如果都没有觉知力，我们所谓的五感的话，你任由它在家里大量的囤积哦，就好像产生我用垃圾场的腐败的气场来比喻，但是很多人因为他无感，所以他不觉知，所以慢慢的，当你开始去面对它的时候，是需要一些勇气，但其实不难的。所以我们的这个身心哦，如果处在这样的环境，不就等于你24小时都在不断的吸收一些所谓的毒素吗？就上一次有跟大家分享的，就好像说便秘的那种感觉，像这个便秘哦，然后让这个病菌不断的释放了一些毒素。在身体里面哦，OK，所以如果有便秘的朋友或者便秘的患者哦，我们很清楚的知道，如果我们使用的泻药，它基本上是治标不治本的，大家同意吗？如果你没有去改善平时的这些生活习惯哦，其实是得不到根治的，所以你会发现，哎，成功的人，所谓的成功的人哦。又或者你觉得别人的一些运气特别好哦，千万不好看他的表面，因为他一定是有秘诀的，包括这些生活的小小的习惯。所以在我的最近我刚刚带完了一场ALP 的 program，就是 Abundance Life Program 嘛，然后里面呢其实就有提到说，诶，怎么样去设计我们自己要的这种。我们的人生，我们要怎样活出我们的丰盛？其实就从我们生命哦的所谓的成功，其实就是从这些生活的点点滴滴累积而成的嘛。OK，so 我们回到来谈一谈关于这个感知能力。So 这个感知力其实是非常珍贵的哎。如果我们只是简单的这样子去。在生活上去修炼哦，然后，你开始从家里很多物品堆积的，然后你开始去收拾整理。你不只能够提高身体的感知能力，而且你还有一种，就好像一种魔力的感知能力的技术一样。这种感知能力就好像你的内在智慧呀，你开始扔掉所谓家里的杂物。或者所谓的垃圾，其实这个简单的动作就好像在发挥 magic 一样。OK，你的内在智慧啊，一直不断的反复的做选择，因为你要问，诶，这个当下我需要吗？然后瞬间你还可以提升你的判断力。所以很多人以为说，我要去收拾整理很浪费时间，其实不是。你在这个用功的过程中，其实你在锻炼的，还包括了你的判断力，还会越来越敏锐，然后你的内心的力量其实会一直重新的回来。OK，所以通过收拾物品来了解你自己，来整理你内心的这些混沌，让你的人生呢可以活得更轻松自在。我常常说。轻盈、丰盈。我后期为什么用丰盈？是因为我自己在实践的过程中，我感觉到我越来越感觉到那股丰盛跟富足。尤其是当我愿意去分享，当我愿意为这些没有用的物品找新主人，你看到那些新主人的那种欢喜。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我如此富裕，直到我开始不断的在给予分享。所以我想跟大家说，它并不是像大家表面看的那样，当我把断舍离结合了心理学，创造出这个丰盈减法的时候，我看到它就更容易的引导大家怎么样在生活上去实践了。OK，所以不要小看哦，收拾整理跟实践断舍离它是有区分的，但。当大家在这个过程中去用功、去修炼的时候哦，它是一种
生活方式，它开始也让你有机会去整理你内心的一些破烂，OK，然后让你的人生变得更轻盈一些。所以接下来记得要能够去采取一些行动，就是断除掉你想要进入你自己家里的物品，如果是不需要的，你就要开始断除它，然后舍弃掉这些没有用的这些杂物，然后你开始去锻炼说，哎，我要脱离对物品的这些执念，然后记得我们说那个鱼的故事，就好像你让鱼回到它的水里，处于悠游自在的那种状态。OK，那今天的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明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？明天我会跟大家聊聊所谓的有钱人哦，他又是有些哪样的，有些怎么样的整理的习惯。OK，那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里，那也请你在留言区跟我分享今天的这个分享呢，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启发？那你或者是你有什么感悟，有些什么样的提问？那我也很开心，如果你可以发图文，就是你分享你去实践的这个旅程，那我们就启动这21天的丰盈之旅，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去梳理我们自己的人生，去整理自己，然后让生命活出丰盈。那你好，我是 Ushan，让你心有所悟，灵光一闪，活出你生命中的丰盈。那我们下一次再跟大家互动哦。